港彩，個正名應該叫廣州彩瓷，其實已經有300年歷史啦。咁我阿爺禮平廣州嗰啲師傅嚟香港，就成立一間粵東嘅港彩廠。所以廣州彩咧就好傳統嘅，啲圖案咧就好講對稱，畫滿花嘅，同埋喺空白地方咧就有填曬有金彩嘅。見到圖案咁就有啲咁嘅玫瑰花頭，所以外國人叫我哋廣彩叫 Canton Rose。漸漸我哋用港彩嘅技術，即係做咗好多唔同中西合璧嘅圖案。到80年代後咧，我就可以大膽講，我哋香港做嘅彩瓷嘅風格就屬於香港彩瓷。喺60年代前咧，我哋港彩咧全部都係大師傅白手人手畫出嚟。乜到70年代後，因為生產要求越高啦，爸爸就引進咗吸印技術啦。到我80年代後，我發展到做花紙啦，咁啊加速咗生產，降低咗成本。外國啲大嘅商行啊，港督啊，麥理浩夫人啦，佢都揾我哋做生產。我成美國第七艦隊好多時嚟香港度假啊嘛，所以我哋好慶幸佢寫留低一封信，話讚美我哋工廠，話 You are the best in Hong Kong， 咁啊好難得啊！咁啊，其實依個手工藝喺香港好多各行各業好多傳統手工藝都式微嘅啦。到到而家咧，得翻2-3個工友仲可以有能力可以生產。我用以前張圖案，我畫翻曬好多線稿喺度，咁組合翻啲線稿，我哋可以再重做翻啲港彩出嚟。